《三角洲行动》和《暗区突围》无限，你更看好谁？一个是国内端游天花板团队琳琅天上以老牌 IP《三角洲特种部队》开发的次时代干员战术射击游戏，另一个是由魔方工作室旗下国内外都火爆的高质量手游《暗区突围》的电脑版。《三角洲行动》融合了干员战术设计理念，同时拥有摸金大战场和剧情三种模式，是国产游戏最接近三 A 的一次。 而魔方工作室开发的《暗区突围无限》，凭借着手游《暗区突围》这个 IP 的影响，发布时即热度满满。游戏玩法是硬核生存主打的摸金模式。两个游戏都是多平台游戏，都将在五月份展开电脑端的测试。针锋相对，是天美《琳琅天上》这种开发经验丰富、制作功底更好的《三角洲行动》能胜出呢，还是首次踏入 PC 端开发的魔方能依靠《暗区》手游的流量胜出？ 主播对两个游戏都非常期待，因为摸金类游戏需要长时间的积累，换游戏玩很麻烦，所以未来会给大家带来两个游戏的对比视频，将从游戏质量、玩法设计以及良心程度给大家带来对比，帮助大家更好的选择。喜欢别忘记关注三连，接下来两个游戏的任何消息都不会错过，包你们在第一时间玩到游戏。